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无奇校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357集的节目。今天来给大家做 NA 所推出的这一款，致敬到变形金刚 G1 Shockwave 的，叫做《传说英雄之超激光呼吸镭射眼》。我们戈壁版权的关系呢，这一集的话，我就称呼它为"镭射眼"吧。它的包装盒的话呢，一如既往啊，有一个这个像是格子状，很 G1 感觉的。那么，它的一个侧边啊，有玩具完整的机器人，还有枪形态，可以看它是附带一个底座的。是的，这一次的话呢，它有附带一个还算挺漂亮的底座，上面有 New Edge 的一个字样，它有一个紫色的小的底座，还有一个透明的大型底座。实际上我只会用到这一个。那另外它的配件还有一样东西，就是一个手掌。这个手掌用来致敬了一个敬礼的一个动作，这个的话就不用特别做展示了啊。我们直接来看到玩具的本体，相较于之前所推出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自家的这个 Megatron， 体型稍微小一点点。那如果跟一样是属于这个，参谋型的人物音波，两个身高也差不多。那再对比一下这个 Starscream， 好。那你们发现呢，其实呢 Starscream 这一款的话呢，腰身已经有点松了。这一次的这个镭射眼的话呢，身体的这个整个结构啊，非常的非常的扎实。虽然它这里也有一个往下面这样低头的一个关节，可是呢一个松紧度，各位可以看得到它是非常好的，基本上是不会那么轻易去晃的。然后呢，它还有一点让我很震撼的，就是它那个腿部的造型分割线居然这么的少啊，其实它的整体的变形呢，还是跟官方的 MP29 有相当大程度上的一个接近的。可是它身上的分割线远比我想象中来的少啊，真的，特别是脚侧边几乎就是完整的一块形状，对，它这一块完全没有做拆开，那后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线条。那倒角处理也很好，整个漆面这个紫色，我的这个镜头里头跟实物的这个紫色呢，接近度是比较高的。曾经数次跟各位提过，紫色的话呢，是镜头呢不是很好精确捕捉的一个配色。那它的，是有一个用 CR927 的电池可以发光，但是那个电池呢，我这边不容易买得到。那最近也不打算特别去找了，减少出门。那它的话呢，这个变成枪的时候呢，是枪口会发光。那因为枪口是整个塞在胸前，所以你发光的时候，它的整个胸口也是会跟着发光的，非常的了不起。眼睛的话呢，是有一个很不赖的一个透光啊。那如果你从后面打光的话呢，是可以表现出来的。但是因为我现在光都从正面来，你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。附带一把属跟自己造型一样的一把小枪。那可动的话呢，头部的话呢就左右转，没有问题。手臂的话平举 OK， 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，但目前还是比较紧实的。它的这个软管啊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软管做的非常非常，这个材质很好，除了很容易粘灰尘之外，你看我只放了一两个晚上而已，已经沾了很多的灰尘。它的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轻松的拿下来，再把它给扣上去啊。非常适合反复的使用，非常的好。当然变形的时候是不需要把它拔掉的，但是它真的很容易去沾灰尘啊。这种材质比较可能有人会不太喜欢。然后呢，这个小枪的话，我们就暂时的先把它给拿下来。腰身可以转动，然后可以有一个低头看的一个动作。那裙甲的话呢，前侧都可以动啊，侧边、前面都是可以动的。脚侧踢完全没有问题，外摆内收，膝盖90度。脚踝的话呢，它的可动只有脚掌啊，只有脚掌前面这一段而已，这下面是不能动啊。但是呢，做出造型来讲的话呢，还是勉强可以的。那我们就直截了当的呢，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好了啊。它的变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利落。那首先它的背包啊，打开背包很小啊，跟之前做过的 MS 就是魔方还有官方的相比的话，它的背包都算小的。这个地方解开，主要是这两侧解开之后拿下来，把这个整个这个枪口啊，从这个地方整个给抽出来。抽出来之后啊，我们把这个头啊稍微往下压一点点啊，往下压一点点，压下去之后啊，它这个地方翻出来啊，会有这两片部件，左右各一片啊。如果你没有指甲的话呢，就建议是用点工具啊，如果有指甲的话呢，就稍微的用手去掰一下就行了，把它掰成这个形状。再来呢，这个稍微往前面推一点点啊，我们接下来把手给往上翻，手往上翻，翻上去，这里转过来，往上翻，往上翻上去，翻过去啊，这里也是一样的，
要这里双动关节直接的翻上来。那记得啊，这个部件是要在下方啊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凸，这边有个洞，这样旋转一下，然后两侧的手臂的话呢，把它给靠在一起，这里靠过去，这个地方把它给靠上，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打开到这边。好，手臂把它给在中间这里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结合，这边好扣上，非常简单的一个结合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就把它盖起来。那转的时候呢，这个记得拳头啊是要转成这个方向，这样子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才能够顺利的将这个枪的这个头啊给收起来，这里做个简单的一个组合，把它给扣上。好的 ，OK， 整个给捏稳了啊。再来的话呢，就进行它的腿部，它腿部的变形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很暴力，非常非常粗暴啊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往外侧边旋转一下，旋转一下只是帮助我把这个结构给破坏掉而已。如果你要直接这样抠啊，可能手会痛，所以我会建议是从这个地方把它推出来啊，推出来，制造出一个裂缝，然后呢再趁虚而入把它给掰开来。那如果还是不好掰的话呢，就建议是用工具了啊，也用工具。好，这里把它给分开，分开就行了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个脚尖直接往内缩进来，这里也是一样，直接转正之后往内缩进来。我说的是它的这个脚啊 ，MS 或者是 Masterpiece 29都是有很多部件的反转，这个直接简单暴力，直接缩短就可以了，直接往内推啊，真的就直接往内推而已啊，就这么简单粗暴啊。然后呢，这两个合并起来，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部件啊两侧往这儿，等一下做一个结合。但是我个人啊。我个人是建议的，我是先把紫色的这个部件啊拿出来，你看到这是有一个缺口的，那这个缺口的话就是要对这个洞。那我是习惯了啊，因为这个枪的话呢，这里的一定会有一个缺口，那我就习惯用紫色部件直接把它给挡起来了啊，直接把它给挡起来。那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部件往内翻下来，往这翻下来，你看到这有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把它给扣上去，另外一侧也是这样扣上去。这个部件转成直的之后呢，把它给塞到内部去，然后呢这一块这个瞄准的这个准心的这个镜呢就到这就行了。那么呢整个变形的话呢，到这个时候呢就算大功告成了，一把这个小型的这个不对，应该讲巨型的手枪就完成了。不管怎么样呢，Shockwave 在战场上只要打不赢博派呢，就变成一把手枪，就绝对可以成功的活下来，因为不会有人在战场上打手枪的，所以他绝对可以安全的避开所有的攻击。那他最大的一个优点呢，除了变形的结构很简单很容易记忆之外，他的一体性算很好，但是就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卡扣，但是也是很好了，基本上也不会松开。那前面这个地方呢也是扣住了，整个结构都有得到一个稳定的一个卡扣。那这个大胸部还是在这边，那没有一个扳机的一个握口，这是小可惜的地方。后面这一代的造型比较奇特，那这一代好像感觉又比较长或怎么样，那这个软管变形中完全不需要拆下来。那这个地方本来是可以发光的，但是因为我没有装电池。然后呢这个底座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很巧不对，就很简单的把它给扣上去，这样一来就完成了一把枪型的展示。那整个变形的过程流畅，人形非常的好看，枪型我觉得也不赖，因为说 Shockwave 的这个应该叫雷射眼的枪型大概也就八九不离十是这个形象了啊。那漆面也很漂亮，倒角处理也很 OK， 整体的质量是非常上乘的一款第三方的玩具啊，不得不说我还是比较推荐的，这个真的是用质量让我给他比个赞的一个不赖的产品。那就利用这一集跟各位做这个简单的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